提到，这边是提到，李公姐加油！这边是哎，强迫哎，所以他几乎那个什么寺院都一大堆就对了。哎呦，阿爷，按下。 哦呦呦，好多！哦呦呦，离远一点，离远一点。看一下，还有哪边？哎，这网，特别快速。哎，这是什么？啊，死掉！哼，我酷兵根本无敌。哼。还有阿爷，我看一下。 OK， 啊，这地方，这个地方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哦。好吧，那就算了吧。哎，提到，然后还有那边，应该是，哎，会不会在那？会不会在这边、啊？哎，这边也有一个废弃的圣物，看火焰神殿。好吧，我想会需要一点。 冒险越来越精彩了。嗯，这边冒险真的是越来越够精彩。嗯，攻击攻击！哎，哎，阿爷，这什么？哎呦，刀会在空那个半空中飞的哦。 哎呦！攻击，快点！看一下还有哪边呢？哎，它这个地方都只有一层而已，然后那个算是小地图啊，地图中的小地图。 来到崔凡克，对，就是崔凡克，就这里。哎，我还是把看线给我找。哎，这边是哪里？我看一下。哎呦，这边是哪里啊？哎，不对，这边是崔凡克，我在想什么？ 觉得有点恐怖哦。哎，操！哎，哎，看到，哦，议会成员，这些是议会成员，啊，就这样可以吧？可以啊。哎，还死掉，还这么快啊？好吧。白骨盾牌，看一下，还多蛮多东西，我看一下。 然后这是什么？然后这个，哎哎哦，哎呀，还有网哦。I am overburdened. 哦，没事没事没事。哦呦呦呦，好像差点死掉。那我看一下，哎，我看一下他说什么，有关于遗骸的事情，然后把那个，哎，还有一些什么装备？哎，等下我好想让他。 水太多了，水太多了。看一下，然后居延枪这把看一下是什么，无法修复。哼。哎，白骨盾牌，还有一些，哎，这白骨盾牌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无法修复就算了。哎，好吧。我要这个白骨盾牌，这白骨盾牌说不定有用。好，回家。哎呀，不对不对，这地方能不能那个存点？ 好，先回家好了。Once properly imbued, Kalim's flail can destroy the compelling orb and reveal the way to Mephisto. Place it into the Horodric cube, ridding Kurost of the Council of Zakharum. Still. OK， 好，他说什么？哎，我看一下 ，Q。
把这个放进手，哎，啊，这个任务是怎样？啊，就这么快就结束了？好，这个任务是怎样？我转换克林姆的遗骸跟岩浆，然后放进这边。Greetings。变饰品，我看一下，它这个烂透了，这白骨盾牌就对我来说就没有用啊。啊，他说合成。哦呦，有，克林姆意志，大家没有看到克林姆意志，好猛哦。然后还有，哦，我身上一大堆东西。这个就不必了。然后这干嘛 ？Masterfully done, hero. You have craft. OK。然后他说，因为强制球体给他破坏掉，存一下装备。然后这个看五六六六，有的没的都有。哎，这个。OK， 好，把这个到时候可能要先装备上去的样子。而且他暗夜破坏神跟巴尔一找那个哦，他说前往墨菲斯托的那个墨菲斯特还是墨菲斯托，我有点忘记，这可以卖掉吗？不可以卖。好，那这个给他 OK。我们先回去，那个就是准备要继续下一个任务。Impossible， 所以我要先把这装备上去。哦呦呦呦！啊，那个就不见了。哦 ，Oh my god！ 憎恨的囚牢第一层，看一下。在那球中找到墨菲斯托。哦，我觉得应该有个一场大冒险要出现啊！哦，果然是大冒险。哎，这边是，是银河娃娃，要求。再为省电好了。哇塞，我觉得我这次这关应该会有点困难哦。也有一大堆尸体耶。哎，这边龙。有个一级，乖！攻击，加油！我看看他的手在这边挥。干巴的，死掉！哎，这是什么脚印靴？先放着啊。哎呀，我这个是什么？哦，看闪电的。然后还有哪里？好，哪个爷？我看一下。哇塞，是，还好现在是冬天啊，不然我觉得我应该会流汗。对啊，好险，现在是冬天，不然之前夏天玩的时候，然后那气氛又这么恐怖，然后我就整个都汗流浃背，那个汗水都从我脸颊上面这样流下来。哎呦！直接爆炸！陨石术，陨石！还有哪里？我看一下。他说第二层 ，OK， 第二层找到。我之前说的探险家的精神，算了，解任务最重要嘛，对不对？哎，晕眩攻击！白骨盾牌，白骨头盔，算了，加油！还有哪里？我看一下。天啊，好紧张哦！
打了一墨菲斯托吧。哎，等下陨石术。还有哪里？这小矮怎么不死冰河王？哎呦呦呦！靠呀！哎，差点死掉了。什么东西那么痛啊？哦呦呦，有王有王！攻击这是王，哎，王在哪里啊？啊，在这只，只要有攻击，哦，太好，打赢就好。哦呦，可以吧，可以吧。OK， 还有哪边？我看一下。哦呦，超级神秘物，快，走开，走开，走开。东西啊！还有哪一个？看一下。哎，还有这个，这边，这边，这边。哇塞，这火球根本就直接，哎呦，而且我有个问题耶，就是它这个地方明明是密闭空间，它哪来地方召唤那个陨石啊？哎，是火球的东西，它从哪里召唤、啊？第三层，第二层到了，哎，我记得它的第二层好像会有传点，我去找一下传点好了。是的，第二层会有传点，我去找一下它的传点。喂、哎，什么东西？怎么痛啊？也不至于痛成这样吧！哦耶耶耶耶耶！还有哪里？我看一下。哎、欸，哎、欸，靠腰，拿错，这个应该在看看传点，我不知道会不会很远啊？还是他的传点在第三层？哎、欸，为什么这样攻击我？从背后攻击我，讨厌！在这里吧，我有预感，那船点应该在这里。哦，然后哪里？快点！啊，这边是不能过去的吗？好吧，这边可能是那个，就是、欸、这边是可能就是地图的最边边。好，我们就往别的地方走。哎、欸。那上面，我看是从哪边过来的、啊？哦，那边是第一层的，是，这边是第一层、啊。那我去旁边，这边应该是那个哦，船记录点果然在这里。哎、欸，啊，崔凡克我没有记录到、啊。哇嘞！哎、欸，好吧，我改天再去记好了。对啊，我想结果告高了。看一下，他说在球里面找到墨菲斯托。崔凡克跟上层那边，我居然没有记录到，真的，哎、欸、哎、欸、啊靠，我被晕了，我被晕了。还有哪边？哦，这边地图都几乎都探索完毕。那我们就准备，哎、欸，储物箱，准备进入第三层。我觉得第三层应该就是墨菲斯托了。